各位酒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 TV 的大赛直播，我是谢少博。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谭笑七段为大家讲解2013年精力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4轮贵州对北京的焦点之战，也就是十月对陈耀烨的对局。大家好，我是谭笑，很高兴再次来到围棋 TV 与大家见面。然后今天要讲解的两位都是国内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吧。然后陈耀烨最近状态非常的好，然后十月呢前一段也是在昌西杯精彩。那他们俩之间的战绩大概怎么样？战绩我印象中两个人的战绩差不多，但是最近好像陈耀烨对十月啊，十月对陈耀烨的战绩要好一点。总之这盘棋肯定就是一盘好胜负了。对，非常精彩。那我们就直接看实战吧。陈耀烨的黑棋，这是小木，这是新面啊。对，这盘棋十月一开，陈耀烨一开始选择小一路的中国流，他用意是什么？这个布局在我印象中是陈耀烨比较喜欢的布局，因为他不喜欢走这个。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走这个吗？是不是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点角的白棋点角的下法？好像黑棋。这个非常的流行，对，黑棋好像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但如果下成这样的话，黑的就是便宜了。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位置，那肯定是离这个后势越远越好。那往这边一路肯定是便宜了，所以黑的这步棋用意其实很明显，就是防白的从外面挂。但这个棋走这个，它是白的是有马上内挂的下法，这个也是最近非常常见的一种下法。黑的尖，白的长，黑的跳。对，这时候白的这步棋，显然对这布局很有研究。这步棋是有跳和拆三的两种下法，那么拆三黑的会打入，因为黑的如果不打入的话，那等于这步棋就对白的很简单的就豁出来了，黑的肯定要追究白的。白的拖现在可能会有些过分，对。如果是拖下成这样挡，对，这样黑的一断，白的肯定不肯这个子死去，对，要打出来。那黑的从这一挖，我也只有打吃。对，这都是一本道，一断。那现在可以看出白的如果打一下的话，那这三个子已经死去了，而外边战斗又是非常难讲，那黑的这个角实力太大了，对，所以这样的肯定是白棋不行的。对，白的不能拖，那不能拖这个棋其实下法就很简单了。那现在其实只有两种下法，一种是拖，一种就是压，那黑的会立。这步棋棋友们一定肯定最想最简单的就是顶过，顶应该一看就是俗手，对，比较俗，这样退。那白的外面就很舒服，黑的只是破了单纯的几目棋，并不便宜。对，黑棋没有走到什么东西。对，黑的所以想立，如果白的还是退呢，那黑的搬，这样这个角地比是那个搬过要明显的要大一些。是的。那黑的立的时候，白的肯定也得想办法。对，黑的搬过太大，如果立，那黑的搬，白的只能长了。现在那白的也不肯，这样子白棋显然是没有走的东西，然后这个子也被黑棋吃掉了。对，那白的而且还很薄呗，那白的怎么办呢？这时候那白的这时候也不好棋，是挖一个，这一挖现在又给了黑的两种选择，一种打上面，一种打下面。那正常来讲感觉第一感是要打下面，然后白的退，想想这样，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下法。以后白的一断，黑的很头疼。黑棋如果我是粘这边呢？对，那长进去，黑的这块还得收气吃白两个，注意这棋顶不住，这个是顶不住的。对，对，冲下去了。对，这样白的都快活了，所以黑的收不住白的气，
那么黑的黑的只能飞，所以黑的不便宜，只能吃这个。那么白的这袜子两下就便宜了，而且外面厚了很多，黑的这头变软了。嗯，这样是一个基本图来说。当然黑的刚才说过，黑的有两种下法，一种打下面，那另一种自然就是打上面。这下法你见过吗？这是前几天的那个是秋分、不是陈阳叶下的。对、哦、对对，就说陈阳叶很喜欢这个，陈阳叶对朴永训。在天元杯的那个中韩对抗赛下的。黑的加，对，但是我们觉得这棋好像是白的还可以。白的啊、嗯，对，虽然黑的看似这边实力很大、嗯，但是白的外面现在下步白的挂这边，黑的不管是尖还是跳，黑的有种一方控的感觉。上次是陈耀烨的黑棋了，对，朴永训白棋。嗯，上次朴永训守了一步角，这步棋可能有点有待探讨。没有，因为这边大好像。对，嗯，但实战。就白的没有像黑的预想下成这样，黑的肯定有所研究吧，白的有担心。实战白的手脚，白的肯定是想以不变应万变。嗯，因为这棋如果你像这样，白的手脚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两个位置谁好，还真搞不清。对，反正白棋就是正常的下大的大场就可以了。嗯，然后黑的没有黑了一个黑的手脚。那既然你不挂，那我总是要想守的。连片，连片非常的大，这步棋。那挂角也是必然的下法。对，黑的飞。下成这样，这两个位置，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要放在这步棋好一点呢、嗯？因为现在黑的主要的空肯定都在这边，那么离远一路，白的好像把入键要活得舒服一些。嗯，但是你离这个地方你也下不了现在这个局面。对，白的可能会不会让黑的如愿吧，所以都挺有意思的。白的这步挂角，这步棋相对好像少见一些。嗯，正常情况下是不是都是就是这一种？嗯，对，正常露这个的比较常见、嗯、因为露这个有点太偏于脚步，黑的就算了、嗯、如果白的只是单纯的在脚上活一块的话，黑的边白的虎，黑的这样白的以后这个脚步黑的一打是打劫，但是白的肯定现在不能再花一手棋去补了，但像这样是正常。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哈，外面太广阔了，尤其是这个棋位置，对，还远了一步。本来在这儿白的好像就不太肯，嗯，那在这儿白的就更不肯碰成这样，所以那往外面一路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棋。黑的现在就有三种下法，一种靠，一种并，一种是小尖。嗯，那如果是靠住白的长，黑的粘上，对，那么黑的这个子位置要不如这个，对，明显远了一路。现在黑的是想攻击白的，这样白棋这块棋就轻松多了。对，如果黑的还怎么跳白的，那远一路应该总不如近一路、嗯、对白的压迫力大。那么如果是并，应该就是意思差不多。并个肯定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而且这个角也没有护住。对，那可能现在应该就是要取势取外面的。对，那白的会长，黑的扳，白的断是一种下法，但是我觉得白的可能不会断。如果像这样，对，虽然白的现在争最有利可以扳，但是这个局部战斗白的是不利的。哦，因为黑的外面子实在是太多了。这样黑的扳出来，白的断打，黑的粘，这样黑的现在飞一个可能白的就不见得敢跑。黑的现在也有压这种想法，但是感觉这两边都是黑子的时候，白的选择扳是战斗不利，作战很危险。对，因为都是白的所有的子全部集中在左边这一带、嗯、那在右边战斗肯定是不利的，白的想清零处理、嗯、
所以白的现在可能不能搬，如果下个这样，白棋就单拖不断。啊，对，白的，对，白的可能会单拖。那现在黑的只能补白的。嗯，那我顶出来。对，黑的可能会选择单这个。啊，白的，白的。那个。对。这样子，黑的补一手。哦，他可能。这个角要比白的漏一个活的要大不少，嗯，但是他可能还是觉得黑的外面比较厚，嗯，不想让，还有原因就是他不想让黑的这张棋便宜了，对，他这样现在黑的等于明显比这个好，嗯，所以实战白选择挂角，挂角也是十月体现力量的一种显示，他说虽然你死很多，但是这个地方要把你全部打光，嗯，这一打非常狠。那黑的显然不能让白的在这边很轻松的活，黑棋盯住。嗯，这个棋第一感好像在高一路的位置会多一些。嗯，那白的如果是飞，黑的肯定会选择从外面攻击，那白的跳可能是正招，黑的小尖，白的粘上，黑的跳外面，嗯，白的跳，黑的飞。我记得这个棋还是十月应该是有一些研究的，嗯，因为在屈原是摆过，但是所以白的打入，那黑的先实验逼这个，可能是不想让白的走进套路的下发。但刚才那样的感觉黑棋还不错。对，我感觉是黑的，黑的正常是逼这个。嗯，白的现在如果还是飞，黑的应该还是会选择从这边过，那这边实在是没法走，像这种顶一下再跳，虽然把实地围住，但是白的外面变厚，这样黑的是不肯的，嗯，虽然这实力很大，这样等于是凑着白棋走棋，对，帮白棋安置好，就是黑的肯定会选择从外面走，这样反正白的你现在也不敢套这个角，这个角你活了外面就全部伤了，嗯，白的是想把头往这边撇，对，他虽然靠的，白的长，那现在正常来讲，低改是不是？嗯，他会什么跳，黑的长，那黑的看着哈，白的从这打入进来，现在并不便宜，嗯，这个图，这样怎么样？这样感觉是不成功的，因为你打入进来之后脚现在是黑的，那外面也是黑的，你等于就从这块活的还不，你还得接着走，感觉不走万一飞进去，这个棋白的很苦活的会，我肯定是还要再看，那你跳手黑的在这边围一个，那黑的这边非常的大，嗯，所以白的不肯，这个地方白的搬强行作战，但是这个搬就明显被黑棋，对，黑的肯定只有搬，黑的不能再跟着你搬，那太舒服了这个棋，而且底下还有一个段，这样走会黑棋越走越难受，对，所以这反击是必然的，那我觉得十月还是想那个战斗，我觉得十月的棋风还是喜欢战斗，嗯，他想在这个地方虽然你子很多，但是我不怕你，但实战后面这一串感觉上，如果是看他实战那样子的话，感觉这白棋真是没走到什么东西，来黑棋算啊，这个靠了贴这种棋感觉，第一感如果我们不看下棋的人可能觉得，对，觉得这是不是一位就是业余选手，对，感觉把黑棋的后都走后了，然后白棋这几招其实也没做活，嗯，不知道大概走到了什么东西，没有，他先尝了一个啊，跟这个粘，第一感是非常的俗啊，这几个跳，黑的现在这块空围的非常大，嗯，然后白的空真是铁厚，对，而且白的中间这几个子似乎联络还是不是很好，嗯，对，还有点毛病，如果能把黑的吃了呢肯定是非常好，但是显然也吃不下，显然是吃不住的，对，因为白的很薄，嗯。
阵头，然后我会直接靠出来。那这个棋怎么就不能就是正常的做？对，这个尖，相信第一站肯定是尖，那白色可能会贴。那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他还准，应该是准备跑，白的。但是这个棋形以后可以看成这样，那么黑的这个棋形很难看，而且出头效率很慢。嗯、这个，这一个，现在，那白的肯定，嗯，没出来。那这样应该是黑的。这步尖效率差了一点、嗯、感觉上要差一点，黑的总是想靠或者往这边靠着出头、嗯、实际上靠这个，那现在可能第一感白就是想冲断反击它，对，这地方明显留下了一个破绽，没卖给你一个破绽的感觉，但黑棋这样肯定是有备而来的啊，折弯第一架，黑的三气，白的似乎贴住，白的也 白的有四气，就简单收收气，肯定都知道是对黑棋不行。像这地方其实气子白的也不见得便宜，但是黑的还有强手，黑的还有一侯，黑的一侯地方如果你是贴、哦、那就被你长出一气，我长，那刚才说过黑的只有三气，那现在黑的先手长出了一气，那就把白的吃了，白的这几个子显然是不能死掉的。嗯。那白的这棋如果是不让黑的长出一气，白的坚住黑的，那黑的拐一挖，这显然也是不行的。对，现在你挡是留下一个双脚吃、嗯、那如果你打这个，黑的打白的踢，那这也是一个双脚吃。所以说能强行杀掉黑的这几个字，对，这个图是不成立的。对，所以说这一靠应该也是黑棋的好棋。对，那么白的长还是没办法，也就长住。对，行，白的这步尖冲感觉像是好棋，因为现在这地方像这种拐啊，可能都是在帮黑的走棋，因为这走完这边白的就要顾那边的长、哦、黑的一黑的应该是会跳跳、哦、嗯，这样白的如果走这边，黑的就走这边，等于两边是见合的，现在、嗯、那白的等于黑的一块孤棋，白的两块孤棋，所以说白棋如果直接就出头的话是没什么意思的。对，那如果白的、嗯、白的往这边跳，正常总是要走一边嘛，这边两边头、嗯、那白的可能是觉得这样也不便宜，就是有种兄弟打架两边都走不好，所以白的先选择两边都不走，先来走这边，看你黑的走什么，如果你爬那白的跳，白的先在这边处理，有可能跟着你这边比如说走一走，我这块棋已经活了，然后我就从这边跳出来。对，而且虎下黑的这块棋也没有这么明显的两力、嗯、也是比较局促这一些棋形。对，就是他想先看看黑的走什么，那黑的这时候好像这边也不好走，嗯，反正黑棋实战也挺猛的。对，直接冲出来，前面说白的这个很俗，而且形状还不完整，现在黑的说你这个棋是明显有毛病的，先顶。这也是刚才为什么黑棋不尖尖这个，因为这被挤先手这个毛病就没有了。对对，白的这两个子不能死，那这块虽然有打劫，但是这两个子要死了，那黑的整个连头，白的这几个子外面几个子全部都不知道在干嘛。嗯，黑白现在没有的选择，白现在只有跟黑棋打劫。对，那黑的扑，那这时候白的如果轻易的一提劫，那黑的被黑的这一打当劫踩，白的就坏了，我只能粘上啊，那一提，然后白棋现在又就这对没有劫了，已经下不下去了，可以直接认输了，下这样。对，你可能只能粘上，这时候选择无奈的
然后再提了做活，那这棋恐怕只有认输，只能认输。对，所以说这个题啊，虽然看似必然的一手，但是其实是一步随手棋。老师先吃你。对，白的必须得先把这下吃掉。那当这下吃掉的时候再提，那你再把这个就不是劫了、那我就粘上。这两个字显然是已经就不能把你给断死了。对，这就实战陈瑶也是压了一个，但是我觉得这步棋为什么不继续找劫呢？就是来个狠的是吧？对，这时候白的应该只有提，白的没有任何办法，白的还是不能消这个被黑的把这三个提了。嗯，那提了这三个，这几个还吊着，那白的还得走，那黑的先手提了，显然白的不成。嗯，所以白的应该没得选择，只能提掉这个。我是不是断了粘住？断，首先黑的会不会就给你削了？哦、其实削了我应该不太不一定行吧？削了就是也不知道是谁行，我就还有的。对，这个地方我就再给你提了。那其次我就跟你硬，你可能也不见得行。我粘上，因为我提一个被你提。好像找劫提过来不太行。对，我粘上了。啊，那你现在就粘上。我粘上什么情况？我提，你再打吃这个。对。啊，这是一个图。但这个图，看着白的也很勉强。其实这个提了，好像也不行。我就算再搬过，嗯、白在这地方提，但黑的这外面太厚了，白的这所有的子全部都残子。全部都我就走一个，白的跑不跑都不知道，应该也是白棋不行的一个变化。对，那么白的如果都不能走，那白的正着应该提一个，那黑的提，这时候发现白的已经没有劫了，白棋就白的现在也不能断，这一提是带响。嗯，而且只有粘上，只有粘上，让黑的提通，然后把这个吃，这还走吗？这可能不会再走。那我走这边。白的，对，他可能是担心这个图，虽然提通很大，但是白的在这边就全部清了，外面，就比如说什么冲了，把这吃，他可能是担心这个图。这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就是是提通这个大还是吃三个子大，实际上他是选择贴，那白的肯定这个不能再硬，这地方再硬被一提，条件实际上可能是觉得这样，他可能是觉得吃这三个子要比提通这个要大。嗯、是的，这也是然后实战白就不碰，这不体现了实业的力量，但是有什么意图？这步也看不太明白。对，他可能就是想试白的鹰，黑的鹰手，黑的一搬肯定是想搬一边，你搬上面的话，白的就自然是搬下面，白就活脚。对，这白的就想在这边走一个处理。嗯，反正现在我活了，你外面好像全部也是白的。好像搬外面，如果被白走这样，黑棋肯定是。对，那黑的自然就想搬里面。那你搬里面，我是不是就搬我就搬外面？那你如果打，哦，这个被我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被我争？白的直接争，或者选择先搬一个、嗯。直接争这个图也挺有意思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看似我争不掉你好像，但其实我目的就把这个棋子踢了，嗯、很长。虽然我这几个很损，但我把你这提了，这几个子黑的话差不多已经死了，不会再跑，这个跑起来太重，好像没什么意义。嗯，那你可能会选择弃掉，搬个什么长弃掉。我那白的这收获还是十分巨大的。我这个是不是只能我吃、这个、吃？对，这个吃可能是我最强的。但这个地方我可能还会还是得粘。对，然后我补一个，你补我再从这打出来，
这棋看着十分复杂，但是黑的气很紧。嗯，我只有贴，因为我好像松一点就直接被你给弄死了。对，这个图可能一时半会儿我们也看不清楚。嗯，那白的可能选择搬一个，黑的也不错。反正总之就是，如果是这样下的话，白这边肯定是有先手接用的。对，白的比较作战的话，黑棋没什么把握，应该不太好。那黑的如果长角之类的，就被白的便宜了，感觉等于你这步棋是3-3，被我尖冲了一跳。所以这步碰还是挺强硬的，因为一般感觉就是什么跳一跳或者挂角。他实在下的比较紧凑，这步棋长。那黑的看可能这步这块是动不了，就长了一步，把它贴。那黑的这棋肯定第一感是想扳住白的，对。但是这个地方是有毛病，这一断，黑的打吃，那白这三个子就连坏了。这三个子连坏之后，就会发现黑的这几个子还非常的瞬间黑棋就变薄，本来非常的薄。铁厚的棋，所以这三个子黑的是不能让白的连回去，那么不能搬，那只有吃掉了。白在立，黑的这个3-3同样不能被白的占着，他搬，这样白的就在这块可以说活得非常舒服。如果就从碰开始下现在，应该是白棋比较理想的。对，白棋得放了这一带成功的这一块。因为黑的找完劫吃了三个之后，会发现白的这个非常厚，而且白的这边在这个后位下显得很大。那这块黑的空又被白的破得十分舒服，应该是白的现在还可以。黑的拐，继续走两下。白棋肯定是要补这边。对，不补这地方随便点一下，白的就受不了。逼过来。黑的想用这块做点文章，但是发现好像这个地方没什么东西。正常情况下说，这个逼肯定是逼的太大了。对。然后白棋，这白阵应该也是比较大局的。对，因为现在打入破这块空感觉不便宜，双方如果是跳一跳的话，不光是白的跳在黑的这边后势上，而且白的这边也烟消云散了。而且我这边黑棋应该也是有点先手的。就感觉跳一个这种应该是先手，白的会得怎么补一个。所以如果看成这样的话，那黑的这步逼显然是必然。嗯，是的。那这步阵显然也是必然的。对，因为黑的如果跟着白的围，那黑的围的显然比白的要小太多。黑的不能再走。现在拖，白的肯定只有搬外面。对，那正常来讲，黑的肯定是搬或者搬这个活角，怎么活个角？那现在如果是活角的话，显然是黑棋不能接受的。对，首先这个打是先手，以后那这步一路列是先手，那黑的这个子可以看，现在这个子逼在了后势上，那而且白的外面，黑的显然不能活角。后手活了一个小角之后，这边发展全部都没有了。对。瞬间被白棋走一个，可能就成白棋的空。那如果说我搬这个呢？那应该大意都是如此。对，这样其实还是活一个角。对。但是可以看到这手棋，等于还是逼在了后势上，感觉。就虽然这两个搬都是局部的定势，但是跟全局配合来看，黑棋肯定是不能这么下的。对，而且现在的形势显然是感觉白的在这边得分了，黑的在这边显然想制造些头绪。那么实际上黑的断掉，这步棋可以看出现黑的明显觉得自己形势是不好的。然后白棋，白的退，正常，长一个。黑的在这局部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好棋下了，无非是两边打，只有两边打。那如果打了爬，白的3-3一打，对的，黑的不能粘了，粘白的一长，里面角都活不了，对，全死了。显然这时候断那个肯定更亏。那黑的
如果是打完这边长的话，也只是活个角，没有意义。那如果打外面，打的力挡，黑的还是局部来讲没有所得，对，不然反正是亏了很多的空就对了。对，黑棋现在保留了，放到这边。其实这两个人今天下棋都是这种靠断了，这种靠啊之类的，就挺猛的都今天。对，因为现在黑的肯定是觉得自己形势不利嘛，嗯，想在这边，比如说你白的要是搬，那我就肯定是给你断了。那这一段之后，两边都有借用，对，白的就有点头疼，白的就不敢乱打，这打完了也没什么棋下，那黑的就把白的吃了，这子，那白的肯定是亏了的。那如果不打，白的一单场，那这边黑的两边的借用，黑的比如说什么打了一耙，你如果简单的长一个，我在这地方打了一粘，那白的马上就发现黑这边借用实在太多了，嗯。白的在这地方不能用抢，黑的就是靠了断之后，等于借用很多这边。那么这靠的时候，白的第一杆应该是退、搬或者长这三种下法。那如果是搬呢，那黑的肯定是搬。如果你这时候再用强，跟刚才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搬，你是不是只有白的只能忍，只能粘住？那黑的再打这个。黑的那几步棋就便宜了，黑的、哦、这样我就爬回来。嗯，那你大概也只有顶顶黑的。白的棋看似很厚，但是其实这以后一段这个借用还是很多的。嗯、那我再，这个图要比黑的前几个图要好不少，而且白的外面还有些保卫。至少白黑棋从脚上走到边上，边上这空明显比脚上要大多了。但从心情上来讲，黑的肯定是便宜了。靠的时候，如果你是退这个，那 我想黑的可能还是会打二路，因为如果打三路的话，这个脚就这里挡一下，这个脚实在太大了。对，黑棋离手感觉非常的俗。嗯，那显然又不能不走，不走对白的简单的一长，那这个脚就太损了。嗯，那黑的可能只有打打了爬走，黑的黑的是什么选择，打外面之类的。那我是提掉。嗯，黑的就，但是这样看上去黑的也不是很好、嗯、只能说黑棋这两样貌似便宜了。对，就那么实战白的选择了退法，他说你这边虽然便宜，比如说你跳到这边便宜，但这个脚实在是太损。嗯，我只要尝到这个，你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比如说如果这个时候我就直接尝，我就不理你了，因为你这边你脚上也亏了挺多的。对，这也是一种下法。那黑的可能就会帮他粘，那粘的形状要比跳到虎下去应该要好，这样厚实。但是黑的也未必就是说便宜。这样子，这个好像也没有多少空、嗯，我这个还挺厚的。对，总之黑的在制造头绪吧。嗯、黑的说以后这长脚里可能还有些味道。嗯，是的。实战中他是长了一个，当然白黑棋也没有简单的跳，黑棋又靠上去了。对，黑的现在感觉是想就是想制造混乱，很简单。嗯，就怎么乱了，你反击我就跟你战，这道理还是一样的，你人家要再想扳我之类的，你肯定还是不行。对，这总是不行的。这地方出来白的是不好用强的、嗯、白的立个显然是第一杆，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两下我便宜了，他被便宜了。对，然后我是这个是活脚吗？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碰两下，虽然感觉上便宜，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具体是有什么样的招法，能怎么样，我们也看不太出来。黑的难道就跳一个吗？那你太淡了吧？那不知道他退回来，那这下真的便宜吗？虽然我们只能对他那个，那实战白的反击了。反击。他就觉得搬这个不严厉，搬我长、嗯、你如果长我就打，那你这块还是块孤棋，反正以后我这一长我这块空十分的巨大，反正、嗯、那如果我拖一个
拖他可能还是他会挖吗？挖个半，先看挖吧。打，拐住。对，这样黑的等于还是活在里面。嗯。而且这个角黑的先。可能只能打了长，对，只能长。这个角活的真的是十分的小，但是被白的吃了又太大了。这里面我怎么活、啊？这地方黑的接这种肯定是能活的，活是能活，嗯、这个也太痛苦了。是白的这种丁还先手，就黑的活的吃了又很大。对，长上面，所以搬底下他肯定是不怕的。嗯，那黑的显然就两种下法，一种是搬底下，一种是搬上面，搬。这样黑的这棋貌似是便宜了，主要是貌似、嗯、但这个地方还是就是最后你是不是也大概只活脚？对，这地方我没法下，我要打了啪你一打，那你从这地方打沾上底下是死的，就只有吃出去。那从这地方打感觉还是要死，没什么希望感觉。对，那黑的打这边又不行，这先这头是铁的，你这什么劲都没有，这是靠一靠都是后手。嗯，黑的就先走这边吧、嗯、也管不了那么多，黑的挡下来。嗯，现在说白的这个形状不好啊，还粘上补充段。对，粘上其实这期第一杆是丁式形状，但它粘上可能还紧了一口气，肯定不是在粘。对，但它粘可能是威胁外面。而且他就强调这一段非常严厉，他走这种可能是怕黑的还会进一步起。如果你要打，那就这个有点惨。我就只有粘。黑的黑的在走手，那你这个子的位置实在是太突。嗯，现在这感觉费了一口气，那这个地方，那它粘上你扳我好歹我挡。至少首先我比这儿要好看多了，偏了两目。那其次我是不是把你断了，你长我走、嗯、我就紧了你一气，你错，我就搬出来这个效果要差不少。如果我粘上你肯定就只能马上补这件毛。对，那我就那我至少便宜了两目气，那我比你啊，实战长野是补住这边的。对，这是我吃掉这步棋非常大的一眼尖。吃掉吃黑的是长吗？黑的应该是长。嗯，你应该没有力量再从这个地方跑出来。黑如果是跑出来粘，这要粘住吗？这必须得粘住，不能。那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这个勇气。对，这感觉全都是碎的，而且白的非常厚外面、嗯、那你可能尝试正着，那白的再贴一个，这个棋看着这边还是非常大，但这手扳也是很大的一手，应该是。但这个棋应该摆得很好下。那虽然打入啊，他这走了一手我们没有摆过，没有想过，因为前面没有这个子，对，显然不可能往这打入。那摆的一立，黑的要干什么呢？自己跳出来吗？黑棋没什么事可干。对，黑的也不能长脚，长脚这子也子。那这有了一个子之后，变化肯定就差很多了。嗯，然后。长一个白棋肯定只有在脚上补。对，如果不走的话黑的是长，不，那如果挡一个看看样子你也紧不住气啊。挡一个我就啊吃法有点多、哦、那你就大头龟。对，这个是一个著名的变化、嗯、这一扑的时候可能棋我们发现这个一粘、嗯、这是一个大头龟。对，棋我们应该肯定都知道这个变化。嗯，所以黑的这棋不能挡，要长着吃，长是白的棋不够，长我是只有你拐拐住。对，拐。那现在白的收不紧黑的棋，白的只能跳，那么四棋对四棋，黑的先走，白的是死的。嗯，所以白的必须要补，还得补一个肯定是必然的。嗯，然后黑的现在压过来了，黑的压，白这子还要连，这子有点大。嗯，黑的腿，白的顶过，这应该是必然的。下成这样的话，应该说从靠这个开始，
然后这一串战役基本上就告一段落。对，黑的可以说走了一层，也不算后世的一层皮啊。嗯，就应该是只能把它当成后世。如果你再不把它当成后世的话，它就但现在后世没有任何用，因为中间谁也围不了木，白的这几个都是铁，这都是铁。那么现在你这有断点，我可能点一点，点一点，这都是现实，所以你中间肯定是没木的。那么走了一圈，白的脚也是，这脚也黑子也没有看出什么所得，只是把白的潜力全部给消了。现在黑的跳一个，啊，这局部跳和飞搞不清哪个好。飞的话是为木好。嗯，跳一个它应该是有这种间断。对，他肯定是想，他说白的这个地方很不好，我一间断，这两边都是黑的，你这个地方不好跑。但是飞肯定是对为木来讲好一些。是好一些，但是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断点了。对，他现在。虽然我没有判断形势，但是我感觉应该是白的还可以。白的点，嗯，点飞棋反击啊，靠这不点看似比就是黑的粘看似是点，黑白的在点，黑的还得粘。既然第一个被点了，第二个基本被点。那么点了两手之后，白的这中央联络就好了很多，就等于。里和外的脚，这点这粘这种完全单关，基本上黑棋是忍不了这样子。黑棋这步靠也是感觉非常好的一手。如果你要是什么长，那我走，我就粘反算了。你等于往我后身上贴、嗯，虽然我也是往你这个，但我至少把你走中了，你就不能。对，我以后吃的时候，等于吃的明显大一些，而且你往这贴也没有任何价值。嗯、那。白的往这边也是同样如此道理，那白的一看好像不好走，那就不走了吧。刺了一下，对，刺黑的如果简单的粘，他肯定下步是飞过来，他继续要压缩你这块空。对，那我正好那如果你要飞一个，对，那我就俗掉，就俗着来拐，那你退。如果真的被吓成这样的，肯定是白棋的理想。对，因为刚才说你这步跳其实就为了尖这步有刺断，那现在白的这走了几个这个地方尖，这种地方一旦要走的话就要慎重，因为是一个很单关，对，完全的单关，一目棋都没有。那白的在中间比如说怎么走肯定是比这个有价值、嗯、你一旦攻不好我，那你就要想一想这步棋的后果。所以被走成这样，黑的肯定亏了，那黑的还不如当初直接飞，这样围的大，这样你靠我还能搬起来，这样比刚才实际要大不少，至少大了地方。嗯，现在你是所以黑的能脱先了，不能老是跟你硬搬。这步棋实际也非常的巨大，白的就算简单的一跳，那如果白的打吃，这肯定是第一感，白的想反击，黑的打掉有可能是俗手，这里没棋，对，黑的会选择单单，对，哦，这样子我这样你挡住肯定是不行的，那这地方就出问题了，打了一打，这一下白棋我可以忍，这这地方的白的这几个子还死了，嗯，虽然你提了我话，但是他也没有演。所以白的不能打，我白棋只有提掉了，白的提掉，那黑的长会跳，这样看起来黑的也不见得都肯定便宜、啊嗯、我觉得这样好像黑棋亏了，我是不是就是有可能能直接走出来。黑的如果是打了长，那这个里面真的有东西吗？黑的爬，嗯，白的会，黑的还会继续爬，嗯，啊，这是可以，因为黑的这边外面拐是先手，嗯，拐白的要怎么走的？不走肯定不走，被黑的一打，嗯，已经不行了。那等于这地方黑的是有打了一段的，嗯，啊，白的是可能担心黑的打长进来，
上看白棋好像已经不行了。啊，对。所以白的不能打这边。黑的搬，那白的又不肯粘住，粘住就太热了。那这步搬，黑的就算不走，被白的打的时候，就会发现那黑的这断了一下已经便宜很多。嗯，这个交换，白的这步棋完全就把自己填了一目，这个字。那所以白的不肯粘回去，白从这打出来，黑的粘，那白的这时候就脱线了。但这个黑棋还收获颇丰。对，是。那如果白的再粘的话，那等于这两步交换又亏。嗯。那如果粘这个哈，似乎也没有墨，所以白的只能脱线。这地方刚才我走你没走，我感觉刚才白棋如果不尖是走这边挺大的，但是如果白的如果这边打一个的话，他可能真的担心黑的会走这步单关，虽然会单关，但是白的中间怎么连呢？这看着你走你真的能活吗？就是说走这个是比病，那我可能把这个子割下来，这地方也太大了，所以他是总是想什么尖完走几下，确保自己这个，先确保。那你反击我也是没办法。这地方其实也挺大的，对，打，这是比较地方的怎么说次序比较好的一个次序。那如果白的不打，直接打，看这子是很大。这子是很大的推，但是黑的这步就跳起来，那黑这个地方也成了非常多的失控。嗯，你就后手吃了几目棋而已。对，肯定这样不能满意。打黑的如果是粘上，那白的就打坏算了。嗯，显而易见这两步交换白棋已经便宜太多了。对，这步等于拐着一下，而且拐你放在团的位置，这步棋长得很丑。那黑的不能忍，黑的踢，白的打，那黑的粘还是同样的道理，那等于黑的全部走到二路，我再一长，那你这个地方你还得走，哦，那黑的就太热，就只能爬二路度过。对，那黑的就太热，这样黑棋也肯定接受不了。对，黑的等于就是拿着这子，我们一看就可以看黑的这全部走到二路，这样多了一个子也没有什么意义。嗯，黑现在当然也就只有吃上吃提。那如果你不提，你要这节给我提回去，我就算在粘上的话，等于我也比这样要好不少目数。是啊，而且我这个地方我还不一定非要粘，比如说我可以虎在这儿，或者我脱先你提这个节，我还可以跟你吃到这下之后，这个就便宜非常多，变轻了，对，它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白的肯定也不想被吃回来。黑棋立了一个招，立一个如果脱先黑的是要点三三，然后就是这边有一个度过，就是白的不知道怎么应现在，因为你跳的话我这步挡二路还是先手，下步还要加过去，那如果你是想尖分段这个棋，感觉白的局部拿不住黑的，黑的就算尖一个，那我也只有虎一个。对，黑的一挡，这个地方白的已经不好受气了，感觉最多有个打劫吃黑的。而且现在白主要是白棋的气也特别的短。对，白的气太紧，所以这我就只能粘上了。那这断掉。这不是什么打劫吃，这直接就是黑白将进死。所以白的必须得硬。嗯，白棋肯定是要硬的。白棋粘角粘那个，这个踢，然后啊，白的时间就粘回去。白的觉得继续找这种劫，黑的这种跳啊，这边可能全是劫。打劫肯定是白线打不过黑棋。点其实点下去。但你现在点我，有没有可能就消劫了？消劫应该不会，消劫就白在这一段。黑的这地方首先气特别紧，而且其次这边也没好。嗯，那么其实白的断他有可他点他有可能不肯，哦，他想保留以后断的变化。
这地方以后一旦成立是很严厉的。对，时机如果到了，对，这一跑，你现在夹不死我，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后手咋吃？对，嗯，那你如果你只能弃了，那我这吃了好大了，吃了二十多亩。那如果断，你只能什么跑出来？那前面说过，你黑的这边还没问这好，所以他点一下，有可能他会觉得是亏了。对他忍住了。嗯。啊，黑的还是跳，那等于白的刚才没断，省了没劫财。飞。黑的搬了退，这个也是。白马关先收的。嗯。然后现在就谭乔刚才说的唬住了。对，黑的现在黑的就不想粘回去，因为粘回去这地方黑的是软头，黑的等于已经接不出来了，基本上。那黑的现在补在这儿，那以后你要是接，你提我一下嘛，就给你了。嗯。也不见得便宜，我这头还赢。那你可能把它以后拐一下算了。嗯。就长成这样子，那我这个子位就肯定要比粘在这儿要好。所以黑的虎啊，白棋断了啊，哎，断了，这个意图应该是断了，他可能怕第一拐不是绝仙。嗯，虽然这个很大，这个地方非常大，把黑的打回去还其次，断完之后我可以不打，我先不打。嗯，这是一个巨大的劫财，保留。对，这个我肯定也是必然是先手，而且某一天我没准会从这儿打。哦，就是如果就是要上面先手，对，要我要上面这两个先手。哦，那你一旦是提回去，那我便宜了。是的。而且断道，我就算打，这我提也变成了绝线，提等于你也只能提。那这样，如果是拐下的话，提不是绝线。啊，这也是局部一个挺有趣的。对，它断也很有妙味，有味道。对，四位。啊，白的可能觉得这段还是离我们也遥远。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断它形势了？因为对，应该大的方向已经定型了。那如果局部算成，如果算成这样，提一下，五六八十十二十二十二，这块三十三目，三十五，四十一。黑的全盘五十五目，白的呢？二四六八九十十二十五二十五，白的全盘四十五目啊！这个棋还是非常细的。现在主要是这边被搜太多了。对，刚才白棋那么大一个角，现在白棋这一角也就十目棋，是吧？啊，黑棋这边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白的这步搬是不是一定比这个吃大？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这个吃大，因为黑的这步棋虽然把白的也撞实了，但是本来白的如果吃了贴是往上涨的，而且黑的也争不到这步跳，这步跳也非常大。嗯，所以白的这步搬是不是可能存在问题？因为搬完了被黑的搬住，也貌似没有那么大局部的实地。嗯，那现在其实现在这个胜负啊，就是还是看中央黑的这块棋到底是后势还是会被白的所刮两下。然后现在黑棋也反击。嗯，黑的下步棋显然是想贴，这一贴你白的这几个子这个地方已经连不上了，那么你就要往中间跑。那我不想走这个单关，这是纯粹的单关其实。嗯，然后白棋争锋相对就给断掉了。双方显然你就是都判断清楚，就是中央是胜负，是胜负的地方。最后一个战场，著名的力量棋选手啊，黑的没有从这，啊，黑的为什么不从这贴呢？难道感觉不是从这贴的吗？是不是如果说我搬一个，你肯定是要断的，我就压过来。白的搬好还是团好，首先不一定。嗯，这团断也是，但是团的话我这步棋不见得要放在这儿，首先我不见得冲，我也不见得管。嗯，比如说我就算接你走，
那么我如果直接接你这步棋，肯定不会放在团的，肯定是贴的位置。嗯。那往这个地方贴感，感觉上有点。或者说他可能觉得，如果贴这个，比如说白酒出头。啊、嗯。他可能觉得我走不到东西，因为你这边交换过，这边也没先手。但是，这样连回去其实很大。嗯。这连回去这个地方啊、嗯，不好意思，这还没走。嗯。但是。等于可以看成那样，等于这连回去之后，底下黑的木也撑得很大，而且非常厚。白的把黑的断掉之后，等于白的就自己得连了，没什么大意义。所以这步贴，感觉第一感不是好棋啊。白的团不断，那现在白的如果是贴不断的话，这地方被黑的一扳，白的就十分讨厌。对，白。那如果你猴，这形状，对，这个地方肯定就亏了，被黑的扳倒一下。如果你是团着不断，你说我也断不了你，对我还有几段，嗯，这地方还欠一段，我至少尝试先。是有担忧的。对，所以白的团。然后黑棋现在跳了一个，把这边毛病给补上。嗯。看样子白的断掉黑的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小心，啊，小心补黑子无毛病。嗯，现在可以看这两步肯定是损。嗯，这两步现在肯定白的肯定不会往这点，那被黑的一贴，那死进去了，肯定是亏了。长，跳。现在我们好像就已经跟上进程了。对，现在来给大家判断一下，从刚才判断上角度。从刚才判断形式来讲，应该是黑的还可以。嗯，因为黑的现在这个地方围了几目棋，吃掉了四五目棋。对，这个地方黑的可能也是有一点目的，那白的这个显然没有成目，白的唯一就是这块打完，黑的这地方减少目。如果是现在打，黑的有可能会提在下面，打粘上，就这个子有可能提大。提比这个目数要好，那么这样点目吗？白的还是没有长目，白的还是45。嗯，这样看还是白棋不太够的样子。对，现在单纯从目数来讲，黑的盘面已经。十目加了，就是盘面已经黑的十目是铁的，嗯，至少盘十以上。那白的在这个中央就怎么攻击？暂时也没看出能成目的样子，嗯，而且黑的局部什么团呀，团掉先手一坐，黑的就局部其实是活棋，这局部白的肯定吃不掉黑的，在黑的先手的时候，白的从哪里长目呢？啊，现在还没有下棋。对。然后这个网友说谭晓讲的不错，头脑很清楚。然后还有人说谭晓很帅，谢谢，都是你的粉丝。谭晓，要不然给大家讲一讲在围甲中的收获。对，虽然你今年没有下，但是之前成绩都一直还挺好的。对，我围甲成绩其实不理想，我围甲成绩对不理想。我印象中你好像挺厉害的，在围甲中。我11年下的还可以，但12年那个下的非常不好。其实跟自己整个人的状态，然后还有压力都有关系，主要还是自己发挥的不太好吧。然后。我是8胜15败那，嗯，8胜。但不管怎么说，围甲还是给你带来了很多成长。对对。现在有很多那个年轻的棋手啊，比如说是什么95后，我觉得现在甚至都要发展成00后了，马上。对，然后00后还太早。都是通过围甲，然后慢慢的被大家熟悉，然后棋力上也越来越成熟。就现在后面的像什么95后的李轩豪。
范廷钰就不说了，已经得世界冠军了。然后米玉婷什么杨鼎新、这些都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包括我在黄云松什么，都是非常厉害的小棋手。然后平时大家都是一起训练，而且感觉跟他们下棋就是感觉现在已经成为输了都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就像谷歌原来和我们下可能都是一代一代吧，感觉现在这个棋界的更新可以说是越来越快了。对，因为之前嘛，网友一直都在说八零后跟九零后的这个关系好像是现在九零后成绩一直是占上风。对，现在是因为自从有了网络开始，这个就是小孩的训练量逐渐的也增大了，而且都是从道场出来的，训练量非常的大，而且白天训练晚上下棋那种，像那个可能八零后他们网棋下的不多，所以训练量也没有那么大，在比赛中下棋也没有那么紧了相对。但是八零后我还知道有几个还是也下网棋，等于他们就并没有那个放弃的。好，那个有网友问一下，谭笑自认为在棋上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就是棋上的毛病还是挺多的，就是首先计算力可能稍微差一点，稍微就比那些像十月什么的要差一点，包括力量上，然后综合东西吧，我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全面的。你还是挺厉害的，你经常谦虚，就像今天刚开始录像之前，然后说那个现在十月跟陈耀烨都是中国棋界的领军人物了，我说谭笑你也是啊，然后谭笑说啊我没有，谭笑自己比较谦虚，还是明显要有差距。其实就是他们我觉得要比我要成熟一些，明显要成熟，像十月陈耀烨都是十月是非常成熟的，我觉得他的棋还有包括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成熟稳重。其实有的时候棋手比如说出成绩啊，或者也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也就一年的事儿。十月是在今年他成绩才是特别好的，因为去年他每年围家打很好，对，他一直都很稳定，但是他没有那种比如说拿了全国冠军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种特别大的成绩，他一直都是在围家中，然后胜率保持的都是不错。对，我觉得每个棋手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吧，然后一个爆发，然后再会有一段时间的积累。像陈耀烨他也是最近几年才成绩非常的突出，早在2005年他和古力下 LG 杯的时候就他已经成绩非常好，那会儿而且他很小，16岁吧我记得是，然后在2-0的时候，然后之后输掉非常可惜，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积累，然后才有最近的非常成绩非常好的一个爆发。嗯，啊，网友跟你说你肯定会拿世界冠军的，让你加油，然后必须努力。我想还有个网友问说谭笑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就肯定是世界冠军了，还是有实力的你啊，毕竟谭笑其实还年轻。其实已经不年轻，机会还是挺多的，现在小孩都太厉害了，我已经感叹我是不是老了。现在那个小孩你觉得就比如说95后这种谁现在比较厉害？那肯定95后范廷钰可以说他们的领就代表人物吧，然后就李轩豪是95年的，肯定是也是代表人物。李轩豪我觉得就是棋力都很稳定了，而且就非常厉害。然后杨鼎新也非常厉害。对，杨鼎新是95后第一个拿全国冠军的人是吗？对，他李光杯冠军，李光杯冠军，对，他是。然后再想许家阳好像也非常厉害，现在这个小孩。那个是你的队友吧，许家阳？对。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但是他也是聂道场出来的。对，聂道场出来，他也很厉害。现在小孩就出来的很快，一个一个。我觉得网友要多多提问问题，要不然我们现在我们俩都没有什么主持经验，就要聊不下去了。他现在走了两步棋，看一下。实战他吃了一个，粘了一个之后，吃了一个，粘了一个。没有粘。
他吃了一个。吃了一个，黑子飞。嗯。啊。黑子飞肯定是觉得这步棋是先手。如果你提，我这地方一跳，就被我杀掉。我有什么？你说我肯定是想。我冲一个先。嗯。我比如说再冲一个。冲我会退强杀你吗？我再冲。这时候我有两种想法，一种挡，一种退。退是比较暴力的一种想法。退一个就是要直接全部吃掉你，倒一锅炖。对，那我就没有杀掉，就直接粘。哎，看着退好像不成立，那是不是只有挡呢？挡哦，我现在这个地方吃一个，你这个两个子就不好接回来了。所以那我要挡这个，只有挡住。然后我那你飞啊、嗯，跳可能看着还是吃不掉的，那我飞，飞一个我靠住，靠住好像不行，我冲，你挡，现在你就把我直接断了。对，虽然你这地方可以把我冲了断。但我现在杀气已经肯定不够了。由于你这个地方没有冲掉一下，我这一粘，哎呀，白的这时候后悔来不及了。这下为什么没有冲掉呢？又可以认了。啊，就是你这中间联络肯定存在问题，而且就算你能怎么什么损的连环，这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是。那黑的肯定是觉得目前形势还不错，那白的这步点好像又体现了十月的力量。对啊，这步点。对，网友戏称场均一条龙。十月好像是有这么个外号，在。不会是国家队起的吧？应该是七你起的。不知道是起没起，还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家队下十秒的时候，就十月就经常吃别人大龙，然后别人就说那个跟十个下棋才死一块不错。那黑的现在如果直接冲，白棋就是直接把黑弄断吧。嗯。但是这个成立吗？那不然冲一个的意思，白棋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这个点我理解他意图，他就想怎么是争先手。比如说我走两下，我再尖、哦、我就搬一下。我再走，那现在如果你粘，我就这个地方贴出来。那如果你补中间，那我就踢了、嗯、就是这两个我要求见合了。那如果我直接补的话，你肯定是粘，那我再怎么串，你肯定就尖一个之类的算了，就刚这两下前面。对，实际上点的时候黑的是选择直接尖的。那白的再有这两下交换之后，白的就把黑子踢掉。那你要是再飞呢？还飞呢？我不是，现在我这样，我是不是就我也补嘛？因为你飞，我好像还是蛮难办的。我怎么就冲一个？你要挡我拐回去，我再走两下。那不对，那黑子已经连上了，就断就断黑子就。一路推出来，你也没什么用。啊，实战他是直接踢掉了。实战他，然后飞棋。现在这地方，我如果是飞呢？我还有一个疑问，我还是就飞呢？我就飞。反正我们现在不是对局者，对，然后就比较不负责任，就先吃了再说，吃不了再重新收拾。我吃不了，我飞一下我也无所谓啊，不亏啊，看着。担心什么呢？白的是不是就拐算了？忍，忍，哎，伙伴，你还断了吗？我如果断你的，对方好还是能断。嗯。啊、哦，我退，这个是我退，我终于看出来了。
我不负责任的先摆几张。走这个，如果我挡的话，我你挡住吧。那你这地方是不是就被我断了？但是还是形成一个杀气。嗯。这地方白的没有冲掉，白的好后悔。气不够。对。现在你这个是不是能靠出来？但是看上去很勉强，白的，很勉强。白的这地方不退掉这下，单冲。那黑的其实便宜了。我就只有病一个，冲我直接断算了，病被断了。哦，你说我断这个，然后你连回去是吧？因为这冲了一下很损，白的连回去就连回去了。嗯，那黑的这几下也不亏啊，这地方冲一下，这看上去这冲一下已经损了两目比窜，而且这还差个断点。飞目前还没有看出白的有什么特别好在不损这一下的时候直接连回去的办法，但他实在没有飞，肯定是这步棋应该肯定是对局者能想到的一步棋。他为什么呢？我们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看到。嗯，或者是觉得够。对对，这一下你也他是觉得够了吗？因为我补一个，你肯定只有连回来了。嗯，我就是想办法争个先手。这中间走一个是很大的，嗯，因为这地方黑的飞一下，这个地方感觉是会有目的，而且现在棋盘上没什么大的，只剩一些什么扳啊扳粘，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看上一眼看上去很大。嗯，哦，我觉得连回来。这个交换肯定是白的目数便宜，对，白的目数上肯定是便宜了。那这地方黑的只成了一二三四五目棋，那白这一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已经十几目棋了提了，但是差一个先后手。黑的是肯定是觉得形势已经可以了，够了。有时候就是在觉得好的情况下就不想下的再复杂一点，觉得已经赢了，没必要。真的够吗？但是对这一下真的是亏目亏了不少。这地方白的以后一路掰一个黑的很讨厌。如果打吃你就冲一个，我就冲上面。如果我现在再顶我就已经顶不住了。对，这地方你就出问题了，那你只能猴。那好像这地方黑的连弱有点欠缺，所以掰你暂时只能猴。我要掰的时候那等于白的便宜了两目棋，这地方如果看成这样补一个之类的，但是补你补一个之后我是不是就是其实现在这步粘很大。嗯，这步粘粘了以后还可以，对，因为粘感觉这步力也是现在全盘最大的，等于被黑的白粘到了一下。这边断一个大，断也很大很大，因为这步白都没有搬掉嘛，所以说这个子本身这个子就很大，白的粘上就有先手呗，嗯，基本上你这以后断完之后是我搬你了。对，我搬你断我肯定会搬的，你不要再幻想再搬我，那我再不搬掉。哦，就是我也只有打吃一个。对，那你不能想着你搬我这还倒不了被你一断，我这什么接你，嗯，没有白差四目棋。但是他们现在他还没有落子走，好像这棋黑的掌目的地方多一点。嗯，这个地方刚才给他点了九目棋，但其实不见有这么多，以后一般地方我这边我挖进来怎么样？咦，还有挖的这种妙手，或者是我顶着再挖他肯定是不行，我只能单挖一个。挖我如果冲他就顶好棋，顶一个。嗯，如果你要是打了顶的话就不便宜了。嗯，打顶我这顶你这坏，我这还是本来就没几目棋，现在也有四目棋。对，我现在就后手拉回来三目。对，所以你单顶是好棋，单顶黑的也只能提，
那白就不必挤这下。啊，袜很妙啊。袜我这个可能能再抠几目出来。确实袜我如果打那就太丑了，长得这还是被顶下。对。那我没这么傻，我只能退。那你粘一下。吃一个算。啊，这被粘下，哎，这地方黑的没有两目细啊。嗯、现在刚才吃了五目，发现整块肌只有四目。对，不仅整块肌只有四目，现在不走一个，有可能还不活，有可能要先手走一个。啊、嗯，这不怕好奇，可能还有点能。但黑的肯定是打点地方，判断黑的自己乐观，否则不会这么稳下的。从招法上来看。我看看网友的那个评论。哦，有人问我说哪里人，怎么没有下女子围甲？我们那个团体赛是今年的第十名，也就是说今年的第十名是参加明年的围甲。如果说今年的有两支女子队伍降级了，然后我们明年就升过去，所以我下明年的围甲。然后我是洛阳人，十月的老乡，还而且。还比较熟悉，等于是候补围甲队员。对，候补围甲队员，明年的候补，就明年肯定上。哦，然后说有人请介绍一下柯洁，赢崔哲瀚那盘特别好看。柯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较下的比较少。哦，那盘我还真没怎么看。啊，那盘等于是现在的网上已经没有气谱，不好看了。是他们不下棋，我们确实也没什么可讲的东西。要不然给大家聊点八卦吧。那大家肯定非常愿意听，但聊什么八卦呢？嗯，聊点刘老板的八卦吧。你说这暴露谁的八卦都不好，只有暴露刘老板的。只有暴露刘老板的八卦。牺牲一下你吧。牺牲一下我。就牺牲一下刘老板。啊、哦。对刘老板说的这是。刘老板现在目前就是单身，然后反正那天穿挺帅的，我说你今天干嘛去？他说他要去相亲，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女棋迷的话，可以来我们维 TV 做客，然后反正越来越就是越多越好，欢迎大家吧。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刘老板这么好的，怎么能放过呢？嗯，那刘老板其实很高兴，我们就是为他做广告，对，让刘老板请我们吃饭。啊、嗯，而且我看今天好像有很多那个棋友提到女子围甲，其实我们 VCTV 以后也是准备做女子围甲的节目，可能会换一种形式，然后当然也是离不开棋的内容了、啊，然后可能是换一种形式，反正这个东西还在策划，还是让棋迷稍微等一下。就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女棋手的棋更暴力一些，好像、嗯，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平时摆棋的时候一摆他们就要吃掉我，我说这棋你就把我吃了，他说那我就要吃你，感觉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好战。你是不是也是喜欢战斗的、嗯？然后我好像听很多那个男棋手说女棋手的棋，你什么时候不战斗，学会正常的下了，你就长棋了，就不要再纠缠局部，你就长棋了。感觉你们都非常好战，都是以力量著称的。然后有人问我说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还在上大学，然后在武汉体育学院，然后还是开学大三嘛，所以还是一名学生，我就是来客串。那你要开学了吧，也是。对对对，就明天就开学了。哎，又一位美女要离开我们了。没关系，那个以后可能会有贾倩美女来跟大家做客，然后贾倩好像是在棋迷朋友中人气最高的吧，应该算是。然后网友大家都在说什么，说张东岳什么特别有福气之类的。那应该把他们两口子也一起请到这儿来给我们做一下解说。对，我们现在就是
争取以后请到张东岳跟贾倩夫妻档来给大家直播呀，或者是做一期节目。嗯，其实张东岳，我觉得我要为他证明一下，其实张东岳本身也挺帅的。你们不要总说那个张东岳有很大福气之类的，觉得他俩真的非常合适，郎才女貌。嗯，对。有没有下棋？现在还是没有下。我这从这两个人现在就是下棋，还有就是从棋的招法上来看，肯定是都是觉得黑的现在占优。嗯，然后现实生活中是不是陈耀烨跟十月都是比较稳重的那种？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属于活泼的棋手。对，我是比较外向。他们俩好像正常情况下好像稍微沉默一点。对，石哥是比较宅，石哥是比较宅的。怎么一个宅法？就是他特别喜欢看，首先他特别喜欢看小说，然后经常在家里就是看小说。哦、然后我们一家我说出来玩，我说不玩，我要那个在家里看小说之类的，就是非常喜欢待在房间里。对，我对十月还是稍微有点了解的，因为大家都是洛阳人嘛。然后小时候学棋，虽然刚开始启蒙的时候不是一个老师，但是比赛中经常能见到。我觉得印象中十月就是从小就是非常有礼貌，然后他水平一直都很高，但是他非常谦和，然后在围棋上他也是很努力，然后我觉得他的家庭教育特别好，然后他父母的人也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影响一个棋手个性啊或者是成长的原因。对，因为一个棋手不能只会下棋，跟自己的综合素质其实对棋都有帮助的，就包括你看书之类的。十月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腼腆的，我觉得。就是不下棋，还是没有下。围甲的那个时间应该是挺长的，他们现在。现在如果这么长时间不下棋，应该是没有进入读秒。没有进入读秒，应该对。因为这两个人应该是十月还是相对来讲比陈耀烨慢一些。陈耀烨棋还是属于偏快，现在大多数年轻棋手的棋都是偏快。对，陈耀烨还是比较偏好实力的那个选手。对，非常酷爱实力。主要现在年轻棋手都是就是网棋出身，然后下棋自然速度都会比原来的棋手要快一些，感觉读秒也会相对少。哇哦，很多棋手要求说要看一下其他的棋，但是这盘棋没结束，我们是不是不太好看一下其他的？要不然调调你在网上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谁形势好就行了。然后我要问说杨景新是不是要输了，可以给他们判断一下形势。杨景新的棋我没有找到。那来转到这边吧，转到杨景新这盘棋。不转转不到是吧？你大概也只能给大家讲一下他到底是不是要输了。这棋现在很激烈啊。嗯，然后有个网友问大家，想问谭笑，谭笑认为谁的棋最可能可以统治一个时代，像当年的石佛那样。现在我觉得谁都不敢说能统治，就是谁的棋不好说吧，还是因为现在大家的棋实在太接近了，而且就是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然后像国内的各个头衔然后拿的人都不同，今年所有的国内比赛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拿到了两个头衔，基本是一人握着一个头衔，然后每个人称霸一个，所以说我觉得想统治还是非常难的，只能是在国内成绩或者在世界上比赛成绩非常好，但想统治一时来讲还太早，为时尚早。
哦，还有网友说梦梦局势不利。哦，不是网友，是我们的刘总监说梦梦局势不利。是吗？看一眼梦梦的棋可以。还有刘老板的棋现在怎么样？大家应该都比较关注。哇，十月真的是陷入长考了，还是棋应该不会下完了吧？肯定不可能，我相信这肯定是要绝对白棋不会这么轻易的认输的。要仔细点点目。孟孟今天对廖兴文。广西盾也可以说派出李世石没有登场，派出了自己对最年轻的一位选手廖兴文，这他也是很厉害，94年的，就我们都非常的熟，然后平时大家在一起训练都很厉害。虽然最近他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就是棋力还是在那里。好像孟孟要输这个局势，因为现在孟孟要吃掉白棋底下，但是黑的气特别紧，白的还是一个有眼的状态，孟孟形势不利。我这盘棋是不是有点讲太快了？不知道网友有哪些没看懂的吗？那其实他们这盘棋还是比较下的比较简明的，一开始白的这个靠了贴，在我眼里反正是比较俗，因为我是不会靠，是比较常见，靠一般都要点脚，那靠贴这种招法反正我是没有想过。嗯，然后跳一阵。哎，有网友说他们下棋了。真的吗？但我这边没有显示啊，空欢喜啊！但是我这边他已经下了棋了。哦，就是那个，啊，他顶着一个袜子。难道没有看到我们谢美女说这不单袜吗？单袜。单袜，他肯定是怕冲。他就是怕被人家。啊，对，他就是怕黑子这么走。你管，我就活了，我这局部就已经活了。对。所以他觉得没什么意义。但是这样来看，黑的局部在目数上收获的非常少，黑子现在三目棋，嗯，那没吃到这子的时候，黑子一目棋肯定也是有的。局部啊，活了。对，刚好你看似有一靠，其实被我看，对，我刚才就是看见好像靠好像还没活。对，啊，那白的这个地方冲一下也不见得便宜，嗯，所以他肯定是怕黑子冲了。他应该是就算这个目少目，应该是那个就是黑棋领先的稍微多一点。应该他是这样觉得，白棋可能形势还是不太好，所以他就走个损的。这么长时间没下棋，肯定是经过了非常细腻的判断的。对，他是肯定是觉得那样不好，所以选择另一样。嗯。现在虽然黑的吃了两个子，而且有这个有六目，但是在被白的分段过来的时候。这就是差一个先后。对，这步坚持先手，能可以看黑这块棋没有。如果这么下的话，黑棋就比如说点下后我直接走，你可能快死了。那黑的现在应该要补一个。他没有没又不走了。啊。啊，黑的没走，黑的也不肯补，断掉。这地方点黑的意思你已经点不到了，虽然这两个子六目棋，但是你应该是后悔，哦，对。我不赢了，你无非是跑回来六目。那刚才说这个地方对你一般差两目，我这个断我大概就只能按你说的，我先搬粘了。对，搬黑的应该不会扑。我当时扑了，你在摆搬的时候就对我知道你肯定想扑，但扑一下好像对脚上也没什么关系。嗯，那这样搬掉，那白的肯定黑的不走，我相信白的只能追究黑的中间的保卫。现在刚才说这步打有可能会成立，但是不见得便宜，白打这得也是T。嗯，那我是不是只有飞过来？如果我点不到这个，你要飞的话被我一靠，那你这步棋这步点是永远点不到的。你先搬我断，你不成立。那你要搬外面我长，
我这地方是有眼的，你要是粘这个我就活了，这不点就永远点不到。吃了一下、啊、白的吃了一下，吃黑的，黑的是提对木头好，下步棋一打非常的大。嗯，那白的现在这下子吃掉了，肯定是马上就要交手中间，他应该不会搬这个。但这下我觉得还是应该搬掉。反正他是先手嘛，万一被逆收黑的一搬太痛，你不走马上一点就要人命，你也挡不住，挡我断。那这棋白的局部是不成立的，那白的要死了。对，别人不行了。对，这该你下你都吃不掉啊。那所以你不能打，那只有自己这，那真的是白差了好几目，而且这以后一断这个目数，如果补在这地方可以断一下，还真是挺尴尬的。对，所以说这个不搬四个，他就觉得中间是先手啊、哦、黑的是跳坏，跳其实这个地方是已经连坏了，跳比我刚才说的贴要连得更稳妥一些。你如果冲，那我冲就是这局部你是可以断我的，但是我有一猴啊，一个猴，这对我哎，那我就直接就强硬的手法哦。你这个嗯，你提有两个子没有用，确实是，你还是不过、啊、你气你也杀不过我，你这打完能把我断了，但是你这气明显白的，白的要差好几气了，还能被人吃一个这样。对，所以说我这步猴等于是先手，那你已经断不掉我。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嗯、就是你这刺掉之后，这白的如果想搬你还搬得到吗？这个地方进去无非是你收个五六目，你也不会太大。你说跳啊，跳的好，跳能跳下不少目，但是这中间吃了也会很大，这个字就这个搬有可能搬不到。他先打了一个将啊、哦，白子棋，黑子粘。那如果白的没注意被黑的一扳，当黑的一扳的时候，白的肯定会很后悔。这个地方，反正他就是没什么严厉的手段，因为对，因为白的都不走的话，先扳将肯定没有问题，而且这下打也很损，对啊。现在白的是不是已经着急了？我感觉，嗯。啊，梦梦应该是不太行了，这个棋。我要认了。我们要默哀。罗老板那盘棋是不是？看样子梦梦是不太行了，看看刘老板。哦。刘老板对韩国的变相一样。是一个小朋友是吗？对，是一个小孩，而且很厉害，是九，是九八的吗？还是九七好像是，我印象中是九七的，我跟他下过好几盘棋。怎么样，詹子？嗯，我在今年的就是亚洲室内运动会输给他了。哦。这小朋友也很厉害，而且他是在韩国的去年农协杯选拔的时候比较出名哈、嗯，赢了李昌镐，还赢了几位韩国的高手，这一下出名了，就现在的小孩都非常厉害。韩国现在小孩是变相于李东勋，就是年轻一代的、嗯、还有螺旋，螺旋是已经成为他们的老大哥了，九五年的。哦，对，我记得螺旋好像也挺小的，现在都已经变成老大哥了。是九五年的，因为韩国还有更小的那个申氏兄弟，两个申、哦、一个都是两千后的了哈，我印象中有两千后的、哦那个、小孩长得挺可爱。对，
但是棋力很强。嗯，因为在他们韩国国内也赢了韩国像朴允勋之类的，嗯，非常厉害的。反正就是一代一代更新都很快。对，因为网络实在是太发达了，现在又进入了沉默，又不下棋了。嗯，刘浩展板这盘打着劫比较刺激是吗？对，看样子刘浩展还可以。黑的右下很巨，然后我们要不要聊一下业余生活？你的业余生活怎么样？业余生活我比较丰富啊，比较丰富大家就更爱听，就是爱好比较多吧，像平时什么踢球、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然后打打牌，然后、哦、运动全能，不就是都玩，都是都能玩，但是玩的都不好。你呢？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当然就是摆棋、看棋、下棋了。你这个有点假，这个你一听就不靠谱。这你平时在大学怎么可能这个？有点假，确实有点。非常假，一听我就这个。嗯，我的业余爱好没什么业余爱好，我的业余爱好看电影，特别喜欢看电影。看电影。嗯。还有呢？然后其实大学里课程。如果你逃课的话就非常轻松，但是我们这样的属于胆子比较小的，基本上哦不是基本上，好像从来就没逃过课。真的吗？对，然后你说胆子比较小的你知道吗？我这个对你这句话感觉我也不太相信。主要是本身成绩就比较差，因为一直在下棋，然后文化成绩就相对差一点，所以说就对啊，抓紧补课是吧？所以说就是一般上课上学的时候还是比较认真的。嗯，怎么有人说我是举重队的呢？你，哎，他是怎么看他的？原来你深藏不露。我刚才说我是举重队的，就旁边那个隔壁的工作人员已经笑得不行了，好像听到一声爆笑，对，而且整个那种全部都不行了，笑的。我觉得就是爆笑为首的就是范一宁。原来还有说我是笑出队的，要爆料你了。对，范一宁最近前两天本来是让他给大家讲棋的，但是范一宁说，他说最近形象不好，说他那个发型不太好，他说他要去剪个新头发再来。嗯，然后反正这两天的新头发也剪好了，你们就期待一下吧。他有首歌可以表达头发乱了。然后呢，其实范一宁也是单身，然后广大男棋迷也欢迎来围棋 TV 做客。对，就我们现在要变成相亲节目了好像。嗯，我其实相亲节目就是社交类节目嘛，然后就是收视率非常高，然后我看其实最近那个网友评论就是最主要就是想说聊什么八卦呀之类的。那肯定一听八卦谁都喜欢，我也喜欢。就不提棋上的问题，你们都要听八卦。那八卦比棋有意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要不你多说点八卦吧。八卦，我就已经上学了，我就不知道什么八卦了。对，主要是这一说别人抱别人的不太好，抱自己的又不可能。应该澄清一下吧，那个石哥跟李妹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前两天那个孟主播是不是有点让大家误解了？只是我们一直这么叫。师哥还是师哥，李妹当然还是李妹。看看他们下棋了吗？哎，下了一步。他是刺了一个是吧？哎，我这边这个棋怎么会突然动不了了？来了小尖，小尖就是说。我冲这边成立了。嗯，刚才我说冲这边黑的能猴，那么现在我小尖完这个冲成立了，你冲我就给你断了。那黑的想补断点怎么补？黑棋弯那个，黑的猴黑棋想弯，黑的想补在这边，黑的是想挤、
啊，这个确实是好棋。嗯，这步是妙手。嗯，这两个子还不给你，因为这两个你现在已经等于粘，我可以就你这个子已经连不回来了，你打我长，你打我粘，嗯，等于我在病的时候这两个交换，那我肯定是黑的便宜。嗯，白的一看，你还想挤在这儿？白棋是想我也要便宜一点。对你这个，如果你跟着我硬，我就直接把你冲断。对，那你不走我就，我只能冲一下，好像我也没看出要干什么。其实他就补在这儿，他临时有比粘便宜，目数好一些。对，那黑的应该我相信他应该还是得走这儿吧，该走什么走什么，那也不能走啊。哦，他就是走那儿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实战是这样子的。黑的这个逆收六目大吗？还是这个扳大？我觉得扳大，要我肯定扳这个。但是他现在这个逆收六目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可能关系到黑的这整块棋的眼位，这块是这三个子是一只眼，那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是有一只眼，但是被表在立的时候，你要是要目，这个地方成半只眼。但现在黑的能跳吧，这地方有联络，而且这个地方也可能有半只眼，嗯，所以黑还是不怕的。那这个逆收六目自然没有这个双先，这是双先啊。哦，对对对，这边是双先。这谁搬都是先手，那就是双先。我搬完这个，大不了我再把这个给搬粘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答案，难道他们两个都没有注意到吗？给它粘，白的冲了一下，冲了一下再搬。然后，那我觉得还是双星打。哎，这又亮招了。这是什么？这不靠是什么意思呢？靠是啊，他可能是觉得粘的话，白子会冲了顶。嗯，他就觉得这步目数很大，那我先靠你应该只能冲，我是还能立吗？难道是？哦，那白的如果是搬，那黑的就退了团掉，那这个逆收很大。嗯，那黑的再粘换，如果白的冲，黑的立。这地方白的也被搜得很惨，那黑的断了、哦、那黑棋应该是看到了这些变化，然后你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哦、这就是实战了、哦、如果是真，如果就是你下这样子的话，目数其实也没多少。对，那等于说这个班虽然是双先，但是他可能还是觉得逆收六目的，就加掉吃了一个黑的粘上，粘上。现在来简单给大家做个形式判断吧。嗯，这个地方冲掉差不多，那这个地方立掉，立掉差不多、嗯、啊，这是扳是白的的。那现在立这个地方白的，不知道能不能把黑的踢回去，就先算立，然后判断一下形式，六八十。二十二三，黑的六十五目弱，是。嗯。看、啊、网友好像已经发现范爱丁过来了，对，范爱丁刚才白的过来就是要跟我说少爆点他的料，然后顺便说让那个让我再帮他宣传宣传，多招点南棋迷来。大家就非常激动，就冲过来了。刚才说我们要为他打广告。嗯，对。但是我们这没广告费啊，这个多难受。嗯，判断呢？好像目数黑的要领先一点，黑这地方还可以跳，还是黑的好像还是没有
摆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嗯、我判断现在还是盘十左右，盘十。嗯。然后接下来谭笑会通过电脑屏幕给大家讲解一下其他比赛的进程。要在哪里呢？为什么好像动不了呢？鼠标没动，那好吧，我就用这个滑的。那你把那鼠标给我，我这边也动不了。我们来看一下周瑞阳对脸笑的棋。啊，这盘不是，这盘是刘老板。周瑞阳对脸笑。啊，黑中盘胜。这两位棋手我都是关系非常好的两位棋手。连笑最近成绩非常好，自从他是前一段做手术，然后可能做手术的时候状态不是很好，但最近恢复得非常好。这个布局双方都非常喜欢，他们俩下这个布局好像都很多。连笑是下黑棋更多一点，他对崔哲翰也是下成这样的。那盘棋是白的加，相信对那盘棋大家一定印象深刻。像这样，有棋迷们应该会想起来，虽然黑的是手脚，然后他哦，白的这步棋一是加在这个位置，我摆错了，重新摆一下。这个布局最近下的特别多。对，这个白的两个小目最近还是很流行，流行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而且你现在摆的这个变化，前两天啊、哦、前两天周阳刚下过。对，但周阳黑棋就是这个布局他们俩都很喜欢，而且对两个小目感觉他们俩都挺有研究的。嗯嗯，实战周阳是跳跳还是比较少见，因为一般跳的话还是比较怕黑的直接脱先走在这儿。这样在这边白的分头了之后拆三，一般正常来讲是拆二，因为这边黑的子已经比较多了，那黑白的拆二，黑的尖，白的跳，这样一般白的就满意了，但实战白的显然不肯就这么简单处理。拆十三也是怕那个尖顶打入吧，就是。对，黑的现在尖顶的打入和直接打入两种下法。嗯。但好像尖顶的打入在前一段已经被 pass 掉了。被 pass 掉。基本被 pass 掉了，就是尖顶的打入白的会拖。这时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讲黑的如果是单关跳的时候白的拖就不成立，如果是小飞的时候白的拖就成立了。嗯，那是为什么呢？那如果白的现在还是打出来，那其实是一样的。嗯，那这三个子和刚才是大同小异，还是死掉了，这样不行。那 OK， 那不行，那我怎么办呢？我肯定要先补那边。那我就不打出来，对，我就从这个地方靠你打，我要先从这边着手。哎，那黑的在这边局部已经不好赢了，黑的是直接长传，然后白的挤。那么这个定型还是觉得白的这个角的实力有点大，因为黑的还要这时候再走一个，然后白的再打入键，这样黑的比较风险比较大，没什么把握。那么实战黑的选择单打入，这也是非常强硬的一个变化。白的靠一个是也是比较对靠，如果不靠直接断呢
是局部白棋战斗不利。那白的怕什么呢？怕黑的拐这个，那白的不肯在外面走，这个角势必有点大，所以白的要长进去，长那黑的断了。由于现在争子，大家可以看这争子这边全是黑子，所以这争子是黑的有利，那白的在这个地方战斗显然战斗不过，嗯，那所以白的实战选择了靠一个，靠一个，如果黑的挡住，那白的就加，这也是一个基本图，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图基本一本道。你这样白的吃，黑的挡，这样是白的在角上获得了实地，但黑的外面这块也非常厚，白的现在肯定会什么打入之类的。嗯，但这样黑的其实风险挺大的，黑的就这边一块空，而且这块空能为多少，这个后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而白的这边是这两个角还有这个边还有这个角，所以说就是这个图黑的还是挺有风险的。是实战白的靠一个，黑的就没有选择那个黑的立，那白的这时候也有个简明的下法，断，这样黑的还是会拐，如果你长的话和我还是会断，那跟刚才大同小异，但是现在我那个由于我靠到它便宜了，所以我就算从二六打吃，那你把这个吃了，我尝一下，来提一下。对，这个图其实，我觉得局部来讲，白子是可以满意的，因为这个地方靠下还是便宜不少，明显便宜了。我觉得这个图白子还可以，但是实战没有选择这个图，他选择更复杂的冲断，然后一扳。这冲断这下非常损，这冲断，由于黑的这边得到了一些利益，所以这边就算了，黑就爬过去了。这局部可以说是双方都可以接受吧，白的也算简单处理一下。但这个地方白的气很紧，以后万一什么被掉一掉，这块气还是孤气。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局部应该是黑的还可以，现在这样，就是这个冲断实在是有点损。这个冲突，那么实战版的后面挂件，这地方就是形成了一场战斗，很激烈的战斗。这一点可以说点到了白的形状的要害。这样白棋太痛苦了。对，这一点的时候，白的发现，好，比如说我虎，你给我断了，那好像白的一个分段。这块棋当然说不活，这块棋也不活，这块棋也不活，那白现在能连上，但是黑的跳，这样白的还是比较苦的，这以后万一被黑的一点，那白的就苦不堪言。嗯，所以白的没法忍受被黑的断掉。那如果是虎那边，那还是一个意思，断掉，所以白的不会虎，那白的也不肯粘，这粘实在是长得有点丑。那白的怎么办呢？这地方白实战选择先不走，先冲击黑棋的保卫，那这个地方就让你动，看你怎么动。 那黑的这边就选择没有选择粘这个，选择粘上面。嗯，因为这样白的把黑的冲了以后，这地方黑的还没有死，底下还有活棋，对，底下一拖你是不好吃我，可能哎，这个角度你不用理他。所以实际上白的，但白的也只有先契合的冲掉这一边，毕竟这个如果一旦吃掉还是非常大的，黑的点来冲击白的保卫。白棋断这一下是，对，白的断是有必要的，他白的如果不断直接加，那白的只有粘，黑的冲，这白的局部就不行了。哦，那他断一下他到底有什么用呢？他就为了确定那个打吃是先手。对，在跳手黑的如果还是断，那白的这打一下是先手，
那粘能紧你一气，那这两个子你就自然死了。所以说把这断下家，这是很有必然性的一个交换，那黑的再断掉。像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这白的这五个子还有这一串子其实都很薄，那这块棋其实看似吃掉这个子以后，就比如说白的如果这边随便走以后一冲，其实是可以冲出来。如果硬挡，我冲你挡，我一吃地方白的是挡不住黑的。所以说现在看白的好像哪块棋都很薄，那白的现在怎么办呢？那实战他把这个全部拉出来，我哪块很薄，但是哪块你都不好弄。黑的飞也飞到白的形状的要害，下步棋一冲很严厉。白的点是黑的一直局部欠的，黑的弱粘白的这一尖，这局部黑的只有通过挖了打来寻求联络，但是这欠一劫，这是一个白的一旦有劫黑的就爆了的棋。所以这样大法肯定是不成，对，这样黑的不行，黑的冲一下，但白的反击了是战争。然后像这样这个地方还是有个劫，但是白现在没有劫财，实战白的一挤啊，这一挤当时我看棋的时候想，这白的这步棋下得好，就是现在黑的不能用墙，由于前面说这块有个打劫，黑的一旦是要用墙，白的这边怎么制造出一枚劫财的话，那就酷毙了。这个劫这个劫如果黑的还要赢被白这一提，那这个地方黑棋就已经全盘无劫了，对，万劫不应。你比如说什么冲啊，那我这一提这边真的是太酷了，长的。那所以说在解的时候黑的只能提，对，那也是就是必然的一种招法吧。但之后他其实还是没消干净，对，白的还是要继续跟你打黑的搬。那白的如果应的话，那这地方这个解是应不完的，你硬以后这什么拖你都得跟我硬，没准都得跟我硬，所以说白的实战就没有硬。这我白棋选择了一个非常简明的下法，白的就把这个收住。那黑的这步棋也是有必要的，黑的如果这不走的话，这个打劫这也是一个黑的不能输的劫，被白的提了，白的太厚，黑的全部不活，所以黑的必须要硬。这基本都是必然的。那下成这样子的话是白棋比较成功吗？对，像这样白的就是从这步断，就是在白的很难的局势下，白的看似现在粘出来这块吃黑，这两个这个子已经跑出来了，那底下也活了，虽然你这边破这边很大，但是感觉白的这串还是成功了的。这时候是中午公盘，这时候我当时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微信群问一下怎么样，他说搞周阳说搞不清局面怎么样，就还问了一下。因为现在白的必须要跑这几个字，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有粘，然后刚才说过白的这地方黑的以后可能有冲，确实这局面非常复杂，这个地方白的以后还有可能打劫，主要是黑棋全盘比较厚现在，对，但是白的实战可能没有注意到，现在黑的一拐白以后，黑的这步断，黑的直接就断出来了。这步棋当时我一看我就感觉白的好像要坏了，这步断实在太严厉了。为什么说太严厉了呢？刚才说这个地方把吃是先手，那么粘黑的出不来了，但是这个地方现在有一恰吃，如果你要吃我两个字我提掉，那你中间这七个白子已经死了，所以你不能吃我两个子。那你不吃我两个子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我一跑出来你现在两块棋可能都要死了，白的就是白的这现在已经没法用墙了，那是挺危险的。所以这一断出来我就感觉白的这棋好像已经要碎了，现在被黑的这一打。
那实战白的是选择了，就是这一打出来之后，白的这两个子全部都不敢要，白的长，黑的粘，白的一看这粘出来，黑的一提，好像还是全部都要，对，所以说只能把底下这五颗黑子吃了，很无奈的下法。但这一冲，应该是周瑞阳没太注意，直接断了。对，应该是没有注意这个断有这么严厉。要不然中午封盘他也不会跟你说搞不清。对，他应该很严肃的说不太好。那先生这样，当时我一看哈，这个棋已经是黑的胜势的局面，因为这顶上刚才和刚才比，黑的把白的这上面全部吃掉这几个子，那白的吃掉这五个好像显得这地方显得太小，嗯，所以说这一段可以说连笑，为了可以说是胜招吧，这盘棋的，就是说现在这样已经是黑的胜势，不可能再输出去了，嗯。那好，那我们回到现在这盘棋啊，回到陈阳野对十月这盘棋，嗯，看他们下到哪儿。他哦，搬一个白的打了下啊，这都是刚才我们判断形势的时候摆的，哦，还没有下，这个也没有下。白棋就是搬那个啊，白的就是搬，是吉利，然后白棋提劫，嗯，就白的总是不想绝追捕快，想总是跟你打两下劫，反正也白薄。好，黑棋当然也是找劫了，嗯，白的粘住，嗯，白的已经不能再，白棋不能再挡了吗？对，其实挡的话就是吃的时候不能要，哦，其实。那其实等于不能挡，如果你很多嵌木的地方，对，再粘我这冲，我再冲，那你全部连上的话，那就一起死掉。嗯，对，那这个如果粘上的话，这两颗子以后这两个子还吊着，对，等于我打这两个至少是死的，嗯，这两个至少死。其实跳你可能也不会跑这些，黑的提劫。哎，黑的没有提，黑的直接就打了。嗯，这是不是关系到这块？哦，不，黑的可能觉得吃这两个大。这两个是？对，这两个非常大。七木。这两个一白的走嘛，黑的自然不会走，那白的可以先冲了。七木多，然后这边。白的走就直接吃在这。嗯。黑的肯定是判断白的把这提了，黑的也赢了，这个本身就八目多了，这个地方应该不止八目多吧，嗯，黑的就吃了白的六目棋，黑的一尖，那么白的这一吃这地方应该是不止，对，不止对，九，白的这吃感觉吃了一二三，至少吃了三目棋，我冲一下这方还有一目，对，这不，这确实很大。白的搬了一下，是不是现在应该已经进入读秒？对，先应该是了。白的这不粘，可以看出先形势里，他提还怕黑的把这个子给吃了。嗯。所以现在只能当你这个子已经被我吃掉了。对，他想全部帮助，因为你提，我搬了提。就等于如果你是打不过我提很吃，那我搬下是便宜了，比单退的话，嗯，这样是便宜的，所以他意思我粘你只能退，他是这个意思。当然长野是先提劫，跟白的然后冲了一下，哦，白的冲掉这下，对，刚才我们都是点电话的时候忘记收了，好，提过来，提过来，黑棋跳跳跳一个是，那黑的肯定的意思就是退，白的也会，白的就这个小。跳一个对底下有什么？这个是不是下不下点？对，我点进去，好像有点点，有点东西，有点惨吧？对，白的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看出什么好的办法，因为第一感是猴，但猴好像猴已经出问题了，被这一扳。黑子就走一个傻的，白的是不是就不行？嗯，这行每步棋都很傻。嗯，
但至少是一个双红，对，至少是一个双红，就算你站，而且黑的先手双红，所以这步跳应该也是先手。哇，蛇挖了一个，挖，嗯，那黑的会七劫，七，这现在什么都没这劫的，因为外面没有木，搬一下七劫，嗯，然后调大飞的。那我如果提劫，你是会给我断死吗？肯定不会吧，这再打这劫，这块是要全死啊。哦，确实。嗯，实战。因为我这地方其实是，如果我能连回来，那我肯定还是吃了这边打，但是我是连不回来的。对，这个虎的时候就被他连扳一个，连扳一个是局部的。对，局部断，等于黑这块是打劫火，打这个劫，所以黑的。啊，那黑豆子他实战长也就回来了，就是提就给你提到就收官，收一个官，对，我就收官了。那我相信这期我们前面判断肯定没有出现问题，肯定是黑的好。嗯，然后黑的打拔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大关进入，对，这都是走的是最正常最正常的变化。现在再来给大家点一下，可以做最后的判断了。嗯，大家这块37、37、8目，大家全盘不够，不到60目吧。嗯。黑的70目黑的，嗯，啊，盘面10目的优势始终是无法动摇的这个棋，对，因为白棋还不到60目，对，应该是10目多一点点，我觉得。但这个地方，哦，还有这种劫，对，我有打劫，其实还是反正就是10目应该有了，嗯，应该是肯定是，哦，这个棋已经出，不是这盘棋。我感觉白的还是在这边没有下好，嗯，在这边被黑的走进来，白的这步搬不如吃一个大，现在应该是吃掉这个子最大，没有大的，嗯，挤吗？挤也挺大的，这步挤，这吃一下，挤住。没有走棋，嗯，如果是没走棋的话，就因为他现在应该已经读秒了，刚才那块杀那么快，转不是很快，这啊，这地方白的还欠目，这个地方白的还要欠目，就一旦白的被黑的分段的话，就这地方连不回来，那这一点局部是已经成为双活，所以白的等于还不能被黑的分断，嗯，那尖白的只有小尖这种，那这地方木还是不大，等于这打一下冲一下只有3目起，嗯，白的也可以考虑吃这个，吃如果黑的长白的粘，这样白的这个打是先手，那么挤能挤死俩子，哦，这个但能挤死两个子也是，这个也挺大的，对，挺大的，挤死两个子挺大，那如果打你粘上了我踢掉，那这个子也挺大，所以现在白的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从看棋来讲，白的这种扳像是进入读秒的标志，
就不搬这。所以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不落子可能。他如果往这整什么断，肯定就进入读秒。啊，有可能是用了几次。不然你再看一看别的棋，在电脑上。嗯。就辛苦你了今天。看看。看看刘老板。对，看看刘老板的。现在这个棋，咦，这个棋是什么情况？现在这条大龙是什么情况？现在上部消劫了。哎，刘老板这城好像进程蛮激烈的。现在这块大龙，难道他说他活了？我要是，比如说我要是长，啊，他这地方一打，那如果我提的话，这块是有个打劫，那如果我是粘上，那这地方，它这地方有半只眼。上部刘老板找劫，哎，哦，刘老板是粘了一个，但是黑的说你这粘不是劫，那白的现在肯定要是对中间这块采取一些什么手段。否则目数肯定不好，目数黑的这边太大了，打劫的这块中间是肯定有的。比如说我就挤一下，我就长，那你打吃，嗯，我提，粘，我就就中间走一个，这是打劫。但打劫不见得好，打完劫，黑的这局部劫材很多。嗯，是，但是白棋没什么劫材。对，白的主要没什么劫材。那这块棋想进吃是不是还是有点难度？如果打黑的这地方打吃是先手，那猴出来的时候，由于这块气紧，像飞这种是飞不住的，嗯，飞不住，嗯，所以想进吃，一时半会儿看肯定是应该没什么，对，不太可能，只有打劫吃。那么打劫吃白的。感觉好像刘老板现在不是很好，只有打劫吃中央的话，因为白的自身还存在一些问题。嗯，不会又要默哀了吧？梦梦已经默哀了，梦梦已经被默哀掉了。我们再看一下别的棋。啊，崔振还对谜语挺。你一听，哎，怎么断线了？李玉婷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年轻选手，嗯，在前年，哎，是前年的围甲上，他是九连胜一开始。现在的形势。怎么样？还没有数好是吧？对，还在判断中。好，刚才那个好多网友说看杨鼎新的棋，杨鼎新今天是赢了朴永勋。然后一会儿我们看完这盘棋，有时间的话就看一下那盘吧。好。谜亭好像是赢了。李婷应该是要赢，现在是，他就催着韩志凡棋，摆好。杨景新，因为杨景新已经赢了。啊，杨景新已经赢了是吧？所以大家。杨景新最近状态很好啊。嗯。杨景新这场又是主将吗？就是主将。是，对，应该是主将。对，金之熙。98年的。杨景新98年的，嗯，对，而且。他这场赢就是在围甲主将上取得了3连胜，嗯，也是重庆队可谓都是对大胆的让杨鼎新当了主将，嗯，因为重庆队有王希、谢赫还有古力这三员大将，可以说是实力非常的强劲。他们队还有一个李宣豪，嗯，李宣豪、杨鼎新一直是双方就是交替着上场的，
但是现在杨立新就已经担任主将，确实是在围甲中成长非常快。确实围甲非常锻炼年轻的棋手，首先22盘棋给棋手就是很多下棋的机会，而且围甲这种对高手的棋下起来非常的紧。你连上了吗？连上。那就切到那个电脑屏幕吧。好，你是要看那个实战是吧？对。实战就走了一手啊。实战走了好几手。打的打，应该是进入读秒，看这种召唤。他为什么会打将？对，这都是收官的方法。断应该是便宜了。断一下。断一下哈，我相信是在读秒。这种招法不可能不是在读秒，否则他是在干什么呢？对，然后他把这个子吃掉了。哎，这个子，我前面我怎么觉得中间这个子大？反正他读秒肯定是，已经看得不是很清了。然后黑的退了一下，这黑，你不走我就走，这都是我前面说很大的。马上他就扑进来打这个劫了。那把这地方打吃冲了一下，断了一下，之后还是选择回到扑打这个劫，先损了三点。可能实在是不太好这个棋势。扑黑的肯定会提。对，他还没有下现在。但是我相信他肯定会提，这个提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帮他们判断一下劫财？劫财，来这地方一、三枚，三枚，四枚，五枚，六枚，这冲下七枚。冲这一冲这下七枚。劫财好，黑的总打不过吧？已经黑的对没有看到黑就这一枚。然后这个挡是不是这团两枚挡损木？但挡又亏了。对，挡明显是损木的架势，但是黑的可以单单这种掌线去冲一冲。冲，你冲这个冲哪个？冲这个白的。我冲一个。冲一个什么尖一下之类的。尖一下，对，不是白棋，是的，黑棋这个搬粘，搬一个挡个，如果脱先的话，提劫有问题吗？就是，如果你搬粘，白子把这个消了是吧？是这意思吗？不是不是，我说我搬一个再提劫没问题吧？那没问题，我再把这粘着挡。那肯定没问题，粘是劫财吗？但是，你要。小心一点，粘有可能不是劫财。粘，我笑这个。然后我就点这个局部是一个双红。你要粘吧？我要粘，你管住顶。但是局部是一个后双。做一个放手双。破了我六目棋，破了我六目棋，但是我这一吃，也吃了你六目棋。但吃其实不到六目棋，特别如果粘这个的话，这是五目。粘这个的话是六目，但粘这个有可能被白顶一下。所以说这个是要大一点，但是白的有可能会消掉，或者白色会不会直接扑这种口？但是如果你扑了这个地方哈，我这条劫就你劫财，我应该打不过。对，但是如果我能打过你，我扑是便宜的，因为如果你提我打提在这的话是便宜的。那你要粘在这儿，那你就被我捡到了，就打死你。也不是没可能。哎，实战这步提，黑子还迟迟没有下棋。黑棋没有提是吗？这盘棋，你下棋之前希望谁赢？我下棋之前，应该还是希望十月赢吧。还支持老乡你，对，小伙伴嘛，稍更支持老乡一点，但是其实谁赢
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水平接近，其实只要给棋迷朋友们带来精彩的对局就挺好的了。对，但陈阳烨最近状态确实好，状态神勇，简直是。对，确实好。今连续跟那个李世石下了五盘棋吧，应该是五盘吧。对。然后那个十六强，三星十六强他又抽到一期了，就马上迎来第六盘。对。他们俩最近交手，李世石上盘超时了，可能还是。哦，对，有点影响李世石的那个心情。我超时的时候棋已经非常乱，本来之前肯定李世石好，超时的时候已经不见得。对，现在我听说说那个李世石最近明显感觉到成绩就是下滑很多，然后棋的内容上也下滑了很多，你有没有觉得？嗯，只能说就是不见得他下滑，可能是对手变强，就原来可能跟他处于一个水平线的就鼓励，就跟他就是，但现在可能就是中国年轻棋手都是、都差不太多，水平都差得很有限，而且就是年龄也摆在那儿，毕竟年龄和训练时间。对，李世石以前巅峰的时候就感觉是不可战胜的一个，对，就感觉就算一开始你把他吃了一块或者怎么感觉优势巨大，但是他后半盘也能就是狡猾，用他的僵尸流。现在他那个就是李世石后半盘没有以前那么强劲，就是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中国棋手、韩国棋手，当然有日本棋手成长比较快，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什么运动都是那个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退步，是围棋其实已经是退步非常慢的一个，但是就是总感觉岁月催人老，你们现在还正在年轻的时候就加把劲好一下。我觉得还是年轻棋手成长太快的原因吧。嗯，然后还有个好消息就是刘老板今天赢了，刘老板不用默哀了、啊、刘老板已经赢了、嗯、那我刚才看的是有问题吗？对，他刚才你看的时候那个进程已经多了好多了，你可能是刚才掉线了。哦，那可能是我刚才掉线，怎么一下又下了这么多步棋？那刘老板要请客了。嗯，我觉得不能放过刘老板。那肯定，这刘老板嘛，那个财大气粗、嗯、对吧，你懂的。哎，啊，黑的提劫，白的又没下棋，现在进程上只下了一步。你觉得这是不是直播有问题？我觉得是直播的问题，不可能，怎么可能？对对，两个都不下。你扑我，我先长考五分钟，我提换，你再长考五分钟，你说你？看一下刘老板吧。艰难的战胜了日本小棋手，好像是韩国啊，韩国小棋手啊。刚才我们是开在这儿，我就说怎么会一下就赢了呢？原来是我掉线了，怪不得啊。刘老板一看这个棋，直接杀也杀不掉，那先在下面制造一些头绪，因为刚才说过黑的这块棋。白的直接杀是打劫，嗯，那么黑的在下方不敢用枪，一旦比如说我什么打了提，局部可能是成立的，但是这什么外面一搂包，这块棋可能就没有打劫了，直接是镜子，你再跑我再打，那这块棋自然死亡，黑这块，所以说不行。那黑的你这串也是俗而有力啊。对，我把这块吃了，我还我再损我能损多少目？是的，所以黑的一看不能赢，黑的就搬。但白的还没放过黑的这块，虽然你再走，我走一会儿吃不了你，但你走一会儿也活不了。嗯，那我先吃，那现在可以看白在下面取得利益是巨大的，黑这个子再如果再被白的再走一手，很有可能就自然死亡了。嗯，黑的先粘掉，先，因为黑的现在这块棋还没有活。黑的如果不走这步棋，比如说我们活角，那白的拖一下团一下再一分段，
黑的这块棋还是只有这块半只眼，就是我不杀你，但是你也做不活，所以你得联络好，黑的先联络，再走。那这个地方不能死，一旦死了就没法下太大。但这串白棋还是所得挺多的。对。黑棋也就只能苦活了。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了，就是黑的现在这块联络出现了问题，它还是有很多的毛病。对，它正常来讲这步不能搬了，那为了联络那我只能退，但是我他又不肯被你，我切换呢其实和认输也没什么区别。那你这块联络，那我也联络，那这块棋黑的目全部都没了，这样的黑棋。所以黑的这三个子必须得吃住。那这地方难道是黑的下盘最后一步就认了？没有，你又掉线了。是我又掉线了？应该是吧。不会吧，那好像是我已经摆不动棋了。那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黑的已经被分断了，黑的如果吃这个，这地方还是分断的。不过后来也没有下多少。对，所以说这一段等于是黑的就已经不行了。那么刘老板的这一段，刘老板分段还是很犀利的。对，我刚才光想直接就在这个时候，我光想直接那个杀黑的可能不太好，但是刘老板这一段给我们留下了他缠绕攻击这一段好棋。这是他说我不直接杀你，那下边你已经没法动，那我这一段可以说是本局的胜招吧。嗯，在我觉得还很乱的时候，刘老板体现出他强大的一面。好，那我们再回到实战这盘棋。好，实战这盘棋黑棋回到实战这盘棋，黑棋肯定是提劫了。嗯，然后白棋现在冲一个找劫，冲一个，哎，这是很愉快的一枚劫菜，提劫。然后黑棋拐这个，白棋当然肯定是要虎回来的。拐一个局部目数是不是有可能亏了呢？对，局部目数是可能亏了的。然后但是他是不是这边他就能多一点劫材呢？也没有多，这边无非是贴一下挖一下摘一下。嗯，对。哎，黑的为什么会拐呢？但你这个白棋我也有劫材。对，黑的为什么会，可能白棋他就是看搬粘那个你刚才分析的那个，怕脱先不理他了。那白的只有虎不虎，这边一点肯定受不了。黑的提劫，然后白棋断一个找劫，断，这必必须得应，提劫，黑棋冲，提劫，这个时候白棋跑，对，跑，这都是打劫，找劫，那现在双方都在找劫，这个劫材是谁多呢？好的，白的还有一枚两枚三枚，这地方团应该也是四枚，因为黑的这地方要挖了粘，这是两枚劫材，黑的可以搬一下三枚，黑的也有四枚。嗯，黑的这块团下可以五枚，黑的五枚劫材，黑的说五枚劫材，对，那也就是说白的刚才在这地方损了三枚，可能形成了致命的那个。现在白棋劫材已经不够了。对，白的已经打不过黑的了。然后下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又不下棋了。基本这个劫材是还是会继续找下去的。这个冲是劫材吗？吃四目棋。因为我这个劫我打不过你的话，我也只是亏了三分之一目。在被你粘换的时候，这样粘等于我就是扑了一下，其实也还好，也看得过去，我就是亏了三分之一目。那我这地方冲我也有可能是劫材，现在你不要忽略了我这一冲，而且你要跟我硬你还不好硬，你要是粘呢我这冲是劫材，你粘这个我打还是劫材，那你要挤呢我这还有两个，可能不能挤，
那你要是削了我就还好，我这地方削了我就是你粘一个和我扑你粘我提笔摆的是只亏三分之一目、嗯、这吃了四目，这地方是一二三四四目，但刚才黑的粘坏的话黑这地方有三分之一目，就这地方白的只亏了三分之一目，所以这个结哦不不，黑的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黑的这个气是紧的，白的一旦这块俩子的时候白的还便宜吗？好，但是不太可能这俩子都是白的，其实只要有一个哦对，因为白有两个字，对，因为白的一旦走这个黑的肯定粘上，嗯，现在还没有进入了沉默状态，应该是转播的人进入了沉默的状态，转播的人我现在我估计他们是不可能再陷入长考，他们是打结打得很快，转播的人呢只有先看他们下完然后转播再输，因为他下一手输一手转播可能跟不上了，已经因为是打结的时程，那这地方黑的不只能团，不太可能挖这种找结先损两目，那结就无所谓了，白的。哎，这盘棋下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像这种白的碰啊，黑的这种靠的断，然后碰这种棋，还是因为陈阳烨下这种棋还是比较少，陈阳烨是一个比较，陈阳烨的棋非常全面，而且就是这种棋会下的少。嗯，他是比较扎实的，对，扎实，他是肯定是明显感觉到形势不利了，所以才会下这种棋，但是他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就是黑棋突然就要赢了，应该是就从那个黑的，我觉得可能是这走完之后跳白的尖，黑的一扳之后黑的可能就是不差了，嗯，本来我是觉得白的还可以，那就说这一串儿黑棋其实还不错，对，这一串本来白的这个潜力还是很大的，现在全部压在这二路三路这样过来，我觉得就是刚开始白棋这个地方还是这几个太损了，嗯，虽然说后来他把这个提了，就是这三个子变轻了给黑棋吃掉，嗯，但是刚开始那边似乎是从实力上，对，实力上黑的获得利益是巨大的，他都是损失非常多的，但是白的这一靠也是很闪耀的一步，我觉得这靠这个、嗯、这局部下的非常好，嗯，白的局部活了一个贴目，然后把黑的全部破掉，这步靠下的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步靠，那这步靠像我感觉一般棋友是想都不敢想往这种地方靠，除了引征还怎么会往这种地方下呢，我基本上都不敢想，对，我觉得我要不看这盘棋这种地方我也不会想，但是你比赛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像我的思维里可能不会有这步棋的存在，对，挺敏锐的，对，我的思维里不会有这步棋的存在，嗯，能想到这步棋非常不容易，这个结居然还没开始打，那你说这种棋如果是老师见了肯定是要挨骂的，这往这地方下你但是结果还是对，结果是非常好，而且他敢大胆的尝试这种，说让我来点猛的，嗯，不是，就有网友说来点爆点，来点有爆点的吗，爆点不爆点，关键是爆谁呢，爆点就只能爆刘老板了，好，爆他我同意，刘老板，刘老板今天赢棋不好意思老说人家赢棋了，对，赢棋了，所以我们说他的就是无所谓了，然后有网友说赵老板今天去天元救场了，其实这个也不存在救场，我觉得那个普及围棋宣传围棋是不分什么场合的，就是刘老板如果今天在天元围棋讲棋或者是在围棋 TV 讲棋都是一样的，都是广大棋迷的福音嘛，都是为围棋做一点贡献，对，都是为围棋事业做贡献，哎哎，黑的不长结了，黑的加了一个，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是觉得木主。这个是为什么呢？哎，现在白棋就毁了，白棋毁不能扑到这儿打劫。啊。是吧？那刚才本来给他，你扑在这儿的话，我就说他劫材不够。对，你扑在这儿，黑的一会儿就上这个。啊。黑的就不跟你扯。这个劫就是生死劫了。嗯。哎，那黑的没有道理不继续打劫。是不是看见这种空的，他觉得他劫材不够。那这不是白便宜三分之一目吗？哎呦！哦，现在等于提的是三目棋，黑的是站在这个地方，就是白的走这个，黑的就度过了，这地方不怕你。嗯。你扑上来这个，我就挖这个。那下应该扑不上来了，扑要黑、白棋也挺重的。对。他立了吧？他的立了。让白的断，黑的踢，这两步是剑合，都是两目。现在就是真真正正的可以双目，有没有？嗯，冲了一个，现在突然之间速度上来了，突然爆棚了。嗯。你这个地方是谁？没有踢过啊。37有三分之二。这黑棋先扑的。摆的61。这棋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细的？我点貌似是盘九，再摆下。冲的也是得挺大，冲一个，两目。冲一个就是两目嘛，都是两目，现在没有官色，现在就可以看成白的拐，然后白的必然是受这个黑的团一下，然后没关了，这地方打吃黑的是粘不住了。这地方会被扑死，所以看成这样，然后这地方是这样的，那剑合了，对，就是点墨了，现在就是点墨，考验我们数学能力。我数学能力一直都不太好。哎呀，这些数学能力你不要在我面前。我点墨从来就没有点这个。现在下成这样是盘面八目吗？还是我点是白色61对69，现在这样双方粘一下，貌似是六十。这块39，44一啊，43，47，48，49，50，52，54。